哦，今天很高兴啊，看到很多好朋友啊，嗯，还有嘛，哦，我们导演啊，大家都好哥们嘛，嗯，今天来录，哇，心情特别开朗。弹指神功，对，哇，知道蜘蛛侠就是学他的，弹指神功，好踏去哦，我跟他都聊不来。对啊，我都没有听过哎，我们都没听过。很意外，你会唱两万分水里。我老了，怎么样？不能，我就是老了，怎么样？好意外哦，你竟然会唱。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脸看起来年轻，可是一心智里面却是有个老灵魂？一直命。稿子这么烂就算了，我们还要捋一次。还不能再画新的了，重伤害了。不是也被抛弃，就是眼花痴。北青，你莫北青，你莫北青哈，我先来，宋哥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啊，你跟我女朋友啊？我啊，拜托，你有看一看外干洗哦？我就觉得真的好帅哦，而且啊，觉得好像要恋爱了呢。完全本色演出，同剧本，都没有床戏，你讨厌了。对啊，抱怨，我红包都塞多少，到现在都还没。你想演什么？你说。啊，我就讲了，你要讲那么明白。你要演什么？要有床的，有床的老公哦。我像你这种年纪的时候，那个便当啊，青菜啦，什么里面放什么西兰葡萄。啊，赶快加，就是为了要赶快吃完要工作。哦，你觉得？现在到我这个年纪，要死我！我现在慢慢体会到，你那一辈子哪有吃过叶黄素这种东西？我现在要，吃下去以后，哦，有了，你看里面穿什么颜色我都知道。哦，对，视力有多？你知道里面穿什么吗？摸清了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